根据美国纳斯达克金融机构的统计，在亚洲十大退休地区当中，马来西亚名列榜首。凭借着宜居环境、低成本生活、高医疗水准，促使马来西亚成为退休养老国家的首选。马来西亚气温介于21到32度之间，常年蓝天白云、纯净海风，绝对适合度假养老。马来西亚华人占比约30%，粤语、国语通用，中马两国文化背景相似，有华文学校等，汉语处处可见，生活中沟通无障碍。马来西亚是亚洲地区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，也是全球知名医旅国。马来西亚医疗费用仅新加坡的1/2，欧美的1/4，医疗机构普遍使用英文、中文、粤语等沟通，就医无忧。新马地区配备超过350家先进医疗机构。富丽公主湾是柔佛新山的大型滨海综合体，少见的关口、地铁交通枢纽都在家门口的黄金区位。业主只需要步行全长650米的社区连桥，即可直达新马第一关口和未来 RTS 地铁站。周边设施与配套完善，项目还配备歌剧院、游艇码头及商业广场，无论是购物、娱乐、休闲都一应俱全。我是徐杰，现居新马两地已有10年时间，想了解更多置业机会，屏幕下方点赞评论加关注，下期见。